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欣慈，我爱偶像 Music Up 全新上线。想知道更多关于我的音乐故事吗？请锁定我爱偶像 YouTube 频道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在我爱偶像等你们哦。我暗恋他4年，然后他交4个女朋友，太值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好，但我那时候还是很喜欢他。然后我就在那个我的即时通写说，我就写那个叮当的我爱他的歌词，说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，我就写这两个。他终于来密我，然后聊一聊，然后说什么对不起，我妈妈不可以谈，就是妈妈说不能谈恋爱，但是我知道他有女朋友。他干嘛讲？我说差点不是哦，对对，我说刚刚差点骂脏话，一二三，哇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会喜欢上同一个男生？对啊。黑色笑颜掉了，雪白眼泪掉了，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。